个像包青天的法官，就是我觉得最可怕的法官呢、啊。所以法官跟我想的不一样，他是真正的问题吗？还是真正的问题并不是这个？能够在有限的尝试当中，尽量的去让人民体会到法官为什么会这样想。我觉得真正的重点是这个。我想的跟你不一样啊，可是如果我了解你为什么会这样想的时候，我是不是能够对你还是，虽然我们结论不同，但我对你还是仍然有信任。一般社会大众接触的司法判决，大概可能直接看判决书的不多，那大部分的资讯大概会从媒体新闻报道而来，那新闻报道其实往往是不大概七分真三分假啦，因为人民和法官的认知落差一部分来自于就是人民的法学知识可能不足，所以我们最先想到的方法一定是从教育端来改善，但是毕竟就是离比如说离一个高中生到实务工作者还有一大段时间，那这样是不是会有点太慢了，就是会不会来不及，有没有更快速更有效的方法？目前的法治教育我觉得是没有做的，所以会觉得其实这跟考试东西很像，我们其实这跟教改很像，应该要从头去，从很根本的东西训练大家如何去思考，然后有更清楚的这个思辨的能力。我想哦，我认为的问题不见得是在教育哦，而是因为我们这个文化里面哦，如同刚才宣儒有提到，对于司法要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其实大家有很不一样的想象。一直到现在，其实检察官大家的期待都是你要维护治安呐、啊。这个在行政院儿童网上邱泰山的自介是说，我的工作是把坏人抓去关。好，你就知道，真的，大家可以去行政院儿童网啊，儿童网看他的自介。法，也就是说，在一刚开始的时候，立法者立的法律本身可能就是有问题的。那确定第一线执法人员要怎么样去，或者说判决的时候，可能那也只能释法判决这样的问题，可能有一些苦水可以吐，那也许法官。法官，如果是你在个案上适用的法律，你认为有，你确信，你不能怀疑而已，你确信那个有违宪之余，好、哦，讲得很客气，其实说你就是你认为这条就是违法了，但是你又非适用不可了，那怎么可以让我适用一个我认为违宪的法律呢？好、哦，那这时候他可以停止审判，申请大法官解释。其实立法者会立出什么法，哈，不全然是这些立法者自己决定的。说老实话啊。就是要关心卧槽，然后还有大家真的要很认真的假设，现在已经有选举权跟还没有选举权的，未来在选立法委员的时候，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好好的选下你们的那个那一票，或者是好好去监督这些人，因为确实很多时候法官真的很无辜。我们就是说，大家只要有司法正义，大家都说恐龙法官。